我们来看6.3.3节啊，6.3.3节是这个 superiority trial，是优效性检验。所有的推导呢，几乎全部是类似的了。我们所以这块说的就比较快，这本书写的也比较快啊，写的也比较简洁。那这个 superiority trial 它就是一个 one-sided 的，对吧？它一定是个单边的。它的这个贝泽假设呢，你看就是原假设就 theta 小于等于零，对吧？贝泽假设就是 theta 大于零，也就是 p 大于 p 二。OK，我们刚刚是 p 不等于 p 二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个公式还是类似的。OK，所以现在要检验的就是是不是 theta 大于零啊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你给一个 clinical meaningful 的这样的一个 difference theta，OK，and H1。这个公式推导你看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儿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 theta 这块它没绝对值了，对吧？然后这块是个 alpha 对吧？不是二分之 alpha 的，也是单测的。OK，然后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，我们把它整理开，你就可以求得相应的，如果 n 一等于 n 二的时候，怎么样的一个公式，对吧？然后 n 一等于这个 r 倍的 n 二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公式。OK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说的啊？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公式，如果你突然看到这一节，你不知道的话，你看我们的六点，应该是6.3.1节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在6.3.1节中都有仔细的推导，好吧？这个你就肯定会知道的，我们导出来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这块我说的比较快一点啊，我就主要是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吧，好不好？OK，对对，上面我们用的是，让我看一下啊，我们上面这个公式用的是所谓的 pooled variance 的公式，对吧？这个大家记得是6.3.1节，这个所谓的 pooled variance 或者 pooled variance 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吧。OK，然后我们。这是6.3.1节，6.3.2节不是介绍 unpooled 的嘛？然后对于 unpooled 的公式是类似的，你可以导出来这样两个公式。OK，这个所谓的 without pooling，OK，to some pool for the variance。OK，好，所以你在做软件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 pool unpool 啊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可以都比较一下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吧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。Breast cancer，OK，前列腺癌，对吧？Standard chemotherapy 是20%，然后我们希望能够 double 它的这个 response rate，也就是新药，我们希望能够 P 是40%，所以这个例子中 P 就是40%，P2 就是20%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优效性检验，是 one-sided，one-sided 肯定 power 或者 sample size 会小，同样的 power 下跟那个two-sided 的相比，然后 alpha 呢是0.025，OK，然后 power 比如说80%。然后它这里的结果是，如果用这个 equal randomization 的话，需要的是162个人，OK。然后呢，如果 allocation 的 ratio 是3:1，就是 treatment 是三，然后 control 是 active control 是一的话，分别需要159个，不是3个，OK。对于 experiment 和 standard arms，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两个结果吧。好，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 east 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。你选 superiority 对吧？还是，但是你这时候选 one-sided 的。如果选 two-sided 的就是 equivalent 检验，然后 one-sided 的就是 superiority。然后 type one 不是说了是0.025嘛，对不对？power 是80%，然后 equal allocation 这个黄色的是算出来的啊，然后这个 control 是20%，这是40%，这个是自动算出来的，然后它就会得到163个人啊。我们的这个例子是162个，差不多的对吧？OK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它还有一个是3: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对吧？所以一样的，如果是3:1这样的一个比，我拉一下啊，好，哎，我刚刚是选的 pooled 还是 unpooled？OK，我刚刚是选的 pooled 的，你可以自己，如果你可以选一个 unpooled 的，可以看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再选一个3:1的情况啊，3:1的情况你就唯一的变就变这儿了就好了，对吧？然后别的都一样，power 这些都一样，但是你看总样本量会变大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说1:1的时候肯定是所谓的 optimal 的啊，它的在同样的 power 下，sample size 会小，所以它会大一些，对吧？OK，大一些呢，当然了，它会给这个 treatment 会分配的会多一些，所以你看这个比例，它就会算出来，总共是223个，对吧？然后 treatment 167，然后这是56，OK，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你要这个表，你就可以写到 protocol 里。我们这里还选的是 pooled，OK，好，这就是6.6.3级啊，这个所谓的 superiority design 非常非常简单，因为公式的比较复杂的部分我们都讲过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。
这个 6.3.4 级啊，这个 non-inferiority design， 然后同样的公式几乎全部推导过了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还记着对吧？所什么是 non-inferiority design 呢？好，我们把 theta 后面还写成 P 减 P2 啊，大家如果看的比较舒服的话，好，大于这个，像 P 啊 ，OK。好 ，P2 大于这个大于负的德尔塔 n 对吧？所以非对称的意思就是 OK， 我 P 不是看 P 是不是大于 P2， 我是看 P， 哎，比这个 P2 啊，让这个 P2 稍微小，这样的一个 margin 以后是不是还比 P2 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P1， 我们本来要看 P 是不是大于 P2， 对吧？我们现在非对称是 OK， 那我现在稍微给一个容许度是吧？我让 P2 减去一个小的正数以后，你看是不是 P 能够大于这个数，对吧 ？P2 减这个数，这个就是非对称检验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德尔塔 n 就是所谓的 ni margin， 对吧？我们就是 ni margin，OK，ni margin 叫 nim 吧，我简单的叫 m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是有数据以后啊，我们的这个 difference，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difference 它的直径下限是不是要比这个东西要大。如果大于的话，我们就验证出来了。非对称，如果甚至大于零了，我们都甚至验证出来 superiority 了，对吧 ？OK， 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。那这个 sample size 这个整个推导呢，大家可以想象啊，跟过去呢是非常类似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无非是给它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形，对吧？啊，减去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我们要干的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检验统计量，对吧？然后你知道的标准正态分布是。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要构造统计量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这里边给它加一个德尔塔 n， 减去个德尔塔 n，OK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最后你转换就变成这样的，而且它是个单测的，所以是 z 的阿尔法次，对吧？然后跟过去一样的这种推导啊，这我们不多说了，对吧？这些公式都搁到这儿了，然后这里边一样有所谓的个 pooled 和 unpooled， 我们刚刚这个推导就是所谓的 pooled variance， 对吧？然后底下的这个是所谓的 without pooling variance for without pooling sample for variance。OK， 好，这个我们说到这儿啊，我们看一个例子吧。我们看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现在感兴趣检验一个新药，它不列于 standard care。OK。然后这个新药它不列于呢，它这个就是它的有效性，我们可以允许比 standard care 稍微差一点就可以。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做？那可能是这个 new treatment 它 less toxic， 对吧？它的毒性可能会小一些，或者它 easier to administrator， 或者它可能比较容易用。因为我们有的药，比如说你是片剂，那有的癌症病人可能都没法吞咽下去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变成一种可以喝的或者可以喷的，对吧？哎，这样的一种。你就可以更加的好用啊，等等如此啊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直接看这里统计的一些信息啊。我们说 suppose the estimated difference of the response rate between the active control and placebo is 20%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边的这个要检验的这个 theta 对吧？是20%，是0.2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的95% 直径区间。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这里边说了，你看啊，哎呀，sorry，这不是，OK，好，这是我们对，这个是对的。然后95%直径区间，根据历史的信息吧，OK，或者说，可以，clinical 一个 meaningful 的这样的一个95%直径区间啊，是16%的4%。我们可以设一个直径的一个设一个这个 margin 对吧？inferiority margin，non-inferiority margin 非对称的一个边界。非对称边界这里就给了一个比较经验的一个方法啊，也是我们经常用的，就是 one half of the minimum estimat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ive control and the placebo。OK，所以也就是这个 lower bound of the 95%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，他写的就是 control。OK，那写的是对的。OK，好，就是 control 跟 placebo，对吧？control 跟 placebo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是20%。然后95%直径区间是16%、4%，所以我们的这个非对称边界可以选这个16%的一个下界的一半。OK，好，
你不能比它再大了，对吧？你比它再大了，我们这个损失的 efficacy 可能太多了。OK， 我们最多的损失的 efficacy 是这么大，8%，所以现在是 one-sided 的 test， 对吧？然后阿尔法是0.025，然后 power 是80%，然后呢，我们说这个 p1 p2 假设都是20%，对吧？然后你需要多大的 sample size， 对吧？你需要多大的 sample size？ 我这里没有用 IST 软件，我直接用这个公式了。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哪个公式啊？这个画面让我看一下怎么样？我把这个东西看能 copy 过来不？我这么来做一下吧。OK。我应该用的是这个公式，对吧？再把它挪过来啊。我不知道这个屏幕是不是晒我的屏幕了啊？我所以把它靠到这儿。好，你看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公式啊？我看一下，二倍的，对吧？这是二倍的。然后这个阿尔法是0.025，所以我的 Q norm 上0.025分位数，所以是小于它的概率97%。97.5%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80%，所以这是 Q norm 0.8%，对吧？然后平方这个没有问题，然后除以底下，首先我看这块 ，theta 加上 delta 零，所以这儿不是 theta 啊 ，sorry，theta 是这两个的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哎，我们现在这个 theta 是零 ，OK， 非列效我们这个 theta 是零，然后非列效边界是0.08，平方，对吧？然后 p 是0.2。0.8，P2 0.2 0.8，所以算出来是785，对吧？哎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OK， 所以我用的是这个公式，用的是 pull 的这个公式。OK， 你直接自己编一个小程序就，对吧？就把它算出来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非略效这一块的这样的一点知识啊。没有仔细再推导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推导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做过了。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小块吧，equivalence。我们一说关于Binary 我们就说完了啊，equivalence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贝兹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假设，就是 P 减 P 二的差，也就是绝对值 theta 呢，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德尔塔 E 到负的德尔塔 E 正德尔塔 E 之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什么时候，这个是我们的 non 是吧？我们的 non 我们要拒绝 non， 我们就是这个 Tn 呢，哎，要么要特别大，要么要特别小，对不对？哎，OK。所以我们的这个P 减 P 二，你要是算一下它的这个执行区间的话，就是看它的执行下限、执行上限是不是，执行下限是不是比这个负的德尔塔一大，执行上限是不是比这个正的德尔塔一小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拒绝原假设了，对吧？哎，它是要拒绝的话 ，OK， 它是落在这个，我刚刚是不是说反了？要拒绝的话，它是落在这个中间的，对吧？它就拒绝原假设。否则就不拒绝原假设。好，所以我们最后推的这个公式，跟 continuous 推的时候也都是一样的啊，跟前面的这个 P1 P2 equality 对吧 ？equality 里面推的这个公式都是一样的。OK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所以最后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看它有没有哦，这块也没有例子啊。对，这块也没有例子。我觉得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稍微大家就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，你看啊，要拒绝原假设，拒绝原假设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它是一个绝对值 theta， 这个要大于这个 delta e 对吧？这个是原假设 ，OK。所以要拒绝原假设其实是一个双边的一个东西的感觉对吧？两侧的一个感觉。所以你看它这儿会有个二倍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因为它现在要减去个德尔塔 E 上的一个东西在，这个 C 绝对是 theta 大家都知道，这个 anyway 对吧？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们是看 theta 大于零、小于零或者这样子把它统一到一块儿了啊。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上面会有一个，我们要给它凑一下，凑一个减德尔塔 E 加德尔塔 E， 然后再乘过去，对吧？就会导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OK， 所以这个式子。你自己稍微推一下就好了，对吧？然后你也可以看 continuous 那一节，对吧 ？continuous 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好像把它稍微推了一下吧，应该。OK， 所以有了这个式子以后，那跟过去的所有的步骤是一样的了，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反解出来，
你把这个肺就可以给它去掉嘛，对吧？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关系了，对吧？唯一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这是一减贝塔，对吧？这个除过来就变成一个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减贝塔 ，OK。然后也就是，让我看，我不应该这么说啊，这个是这样，这儿还有个负一，对吧？所以过来是一个二减去贝塔，对吧？然后这样二除过来就是一减去一个二分之贝塔，对吧？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这里边到最后这个东西其实等于负的 z 的一减去二分之贝塔的 ，OK。所以到最后换过来是正的 z 的二分之贝塔。只要注意这一点，你这个公式就可以看通下去了。然后还是跟过去是类似的，对吧？如果是 equal randomization 的话，带进去就好了。如果是 unequal 的话，也是一样带进去就好了。OK， 所以我觉得这上面这个用的公式是所谓的 pooled 的这个 two sample variance 的公式，然后这个用的是一个 without pooling 对吧 ？unpooled 的这个 two sample variance 的公式，好，是这么一个东西啊。然后相应的软件操作，都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，然后你自己有数据带进去算也可以。所以我们这一块我们就把这个 binary 的这一块呢 sample size 我们给大家过了一下。